我们今天先来讲对盘市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做法。像今天的盘哈，今天的盘一下就跳空，一下在跳空，那我们的空单就是跳空之后直接三档就进入亏损啊，另外三档因为空的价位好，那还是正的。所以它的一下跳空要怎么做？那首先要看说对行情后市我们是怎么看。首先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行情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那下跌之后反弹，那这个今天这个价位呢几乎就是在反弹我们预估的反弹高点，那它一下弹就弹到反弹高点，那我们要怎么做？因为它反弹到高点之后，后续呢，后续我们是推估大概会在这个 K 线的范围之内，有可能再往上有100点200点的空间，但是可能性 不大。那后面有可能是在这个 K 线的范围之内上下震荡，上下震荡估计大概是6到7个交易日啊，震荡完之后往下就是持续往下做修正。所以说行情如果说我们的预估是盘整7到8个交易日，那接着就会往下继续跌，那我们的部位要怎么处理？部位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把部位都清掉，不管正的负的清掉，等7到8天之后那一段重新的下跌走势再找股票来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预估会有6到7天的盘整震荡，那今天是已经是高点了，你这个时候出有可能就是空单就补在比较高的价位，那么就是在这个未来6到7天它上下震荡整理的时候慢慢再来调整手中的部位。如果说未来几天它震荡的时候我们的部位就是说没有好的价格去做调整的话，那么就等那个盘整完之后再重新往下跌的时候那再来做整理。那我们今天我们最后的决定怎样？我们决定说空单抱着，等未来几天整理的时候再来做调整。如果说未来几天没有整理机会的话，就是没有调整机会的话，那么当它这个盘整完之后重新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要么就续报，要么就换股操作。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行情我们所做的决定。所以说我们今天在11:10的时候我们的 coaching 是说指数既已拉高啊，在考量未来几个交易日不宜有再高的价位，那震荡3到5个交易日往下会有更大的修正空间。所以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空单的整体盈亏幅度不大，所以空单续报。那震荡3到5个交易日，后来我们想了一下，有可能要看美股那边是什么样的行情，就3到5天，那也有可能是6到7天。那6到7天之后，那么盘整完后面会往下修正。那也算时间，就是说过年放假前3到4个营业交易日行情可能就会开始进入震荡。所以说如果说你这次过年时间又那么久，那如果说你不想说过年的时候抱着股票在那边坎坷不安，所以说你要利用这一段下周的时间要调整你的部位啊，然后等过完年再重新开始。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行情所做的推估，还有我们的决定的做法。那我们来看美股，道琼上涨，但是一样的面临这边反压。纳斯达呢也是涨，那也是面临反压。那
费半呢也是上涨 ，S&P 都上涨，所以说四大指数一个共同点上涨，然后面临呢前波高点，都是如此面临前波高点。所以我们刚刚的推论就是说，行情会在这边盘整几天呢？我们要看我们的推论有没有办法成立，就是首先要看美股这四大指数这个高点反压会不会过。如果它高点反压不过的话，那我们的推估预测就有可能成立。如果说它一下突破这个反压的话，那我们的看法可能就要再做修正。所以说美股这四大指数是未来一周看盘重点。那个股呢，苹果跳空上涨，那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微软呢也是往上涨， Meta 上涨，没有不上涨的、啊、除了那个做电动车那个 Google 也是上涨， Nvidia 上涨。所以你看这边啊，它的上涨的几乎都是面临前波高点，面临前波高点。NVIDIA 没有前波高点，因为它创新高，但是你看从底部到上面的 K 线形态，长红、中红，那最近两根呢，小黑 K 的，所以它趋势仍然向上，但上涨力道看起来是有减缓的趋势。啊，特斯拉还是跌，那 Intel 呢涨，但是是黑 K，AMD 呢涨，但是黑 K， 所以说它从这边开始反弹之后，已经走一段，然后修正再一段，所以说美股目前来看跟台股的意思一样，就是说涨，但是有上涨反压。那我们看加权指数今天呢，4000多亿的量跳空涨。那我们要看，就是说今天这个涨势是哪些类股形成的？我们看这个涨势真的是很难得啊！你看，加权指数是涨多少？涨2.64%。那昨天的道琼呢？涨0.55%，纳斯达涨1.35%，费半呢涨3.36%，那其他欧洲也是小涨，大概都是1%到0.几%。那今天的韩国呢涨0.81%，日本涨1.35%，那香港是跌的，大陆是跌的，所以你就知道台股今天涨这个二点六啊，真的是比所有的地区都好啊。我们看是哪些类股造成的呢？首先金融是往上涨的，但是金融呢量缩，没有量，基本上金融是一个下跌之后目前还不能算反弹呢，因为它整个下跌趋势还没结束，只能下跌之后一个整理啊，应该也算小反弹了。它的周线呢仍然是空头走势啊，所以说未来行情要往上突破可能没办法靠金融。那不含金融跟电子股呢，就是所谓的传产在底部一个小红 K， 那基本上也是下跌反弹结束之后往下又重新开始做重大修正。电子类股我们看它涨 3.88%，你看这个费半涨最多也不过涨 3.36% 啊，电子类股涨 3.88%。 那电子类股里面分三大的族群，分三个：半导体、电子零件跟电脑周边。我们看半导体从这里直接跳到这里，直接就是 5.06% 啊，量很大。那半导体类股里面呢，主要就是台积电，台积电涨多少？
6.46%，涨38块，跳那么大，周线长红。那今天指数呢？今天的指数，台积电是贡献多少？贡献312点啊，行情涨了400多点，台积电贡献312点，比例呢占69%啊，就是行情里面今天上涨点数有69%是靠台积电。那全指股十大全指股里面，就占这个权重比较重的这些个股啊，前十名，它的涨幅对于指数的贡献度81%。所以说剩下其他的股票加起来只有19%啊。那我们看电子零件类股，它是一个跌升之后反弹，目前它这个反弹呢，虽然是弹了2.21%，它这个下降趋势还没变，从周线来看的话也是往下走。那电脑周边类股呢，电脑周边类股今天涨的是4.66%，一个长红。所以啊，我们这个 Nite 啊，有兴趣再加入我们的 Nite， 我们常常有一些看法，我们就是会经过主管的同意再把我们的看法贴上去啊，主管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持续报告。金融献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发财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SBN 财经台，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那对行情我们的看法仍然是反弹，只是反弹，现在就等反弹结束啊，反弹结束。为什么？你看加权指数啊，今天是涨这一根，直接跳空涨，之前是从这里高点到这个低点，这一段是805点，那今天谈这个收盘位置呢，大概是在0.618或0.66左右，所以说如果说是反弹的话，那后面它就不会越过这个高点，那会在这边慢慢做一个下跌之后反弹高点的头部区，后面呢就往下破，那往下头部区头部一形成的时候，那是第一个确认点，
那破这个颈线是第二个确认点。但是如果它往上涨，突破这个高点的话，我们的推论就不成立了。那从今天的指数位置到突破这条线中间是多少？中间是275点的。所以说按照今天的涨幅来看的话，今天的涨幅再继续半天就过了。我觉得好像有点倒靠，也不是那个意思了。所以说后面就是要看这个275点能不能再持续往上走275点。那如果要往上再走275点的话，大家加权指数要走275点要靠什么类股呢？金融有没有可能？金融只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仅限在这边。所以说要再涨275点的话，单单靠金融是没办法。那如果说从日线来看，这个高点过了，另外一道关卡在哪里？另外一道关卡是月线的18620呢。所以说目前就是上面两道关卡，这边一道它接近18000的左右，这边呢18000再加个600点，这是目前两道关卡。这两道关卡要克服，第一个金融类股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不行，因为它是下跌之后的反弹，一般空头态势都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除非它整个往上翻，要不然它这样子往上的幅度不会大。而金融类股，那不含金融电子的传产股呢，跌升之后目前来看三条均线空头排列，这个小红，所以基本上它还没有到反弹呢，只是一个平盘呢。所以说要往上涨，这传产可能也靠不住，要靠什么？半导体今天这一根跳空上来啊，你看已经越过前波高点了，已经没有任何上档阻力了。所以说半导体类股有可能看它会不会继续涨，但是它从周线来看是已经过了，但是从月线来看的话，这边还是有一道关卡。所以说整个行情如果要往上走的话，半导体这边还有一道关卡要走。另外电子零件呢，电子零件来看的话目前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所以说除非这个颈线过的话，要不然它的幅度也很小，所以后续要靠电子零件往上突破了200多点，目前看看也是有限。但是如果说电子零件跟金融还有传产一起呢，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说这些只是反弹的类股，那个指数往上走的话，那它反弹没有变成回升，那么是不是又会把行情往下带？那电脑周边类股今天一根长红 K 线，所以说目前要看电脑周边类股这个高点能不能过。所以说你看电脑周边类股是有个反压，那跟加权指数反压类似。然后呢电子零件电子零件跟传产还有金融都有限，那半导体呢已经突破日线的反压，所以说后面行情能不能去涨的话，基本上就是要看电脑周边类股这个过得了过不了啊。那如果说它过得了的话，那么其他再加把劲，那整个行情就往上走了。但是电脑周边类股你看日线这边有反压，周线呢日线的反压在这边，那一旦克服的话这边还有一道，但是如果说往下翻呢这边有一道。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行情如果说要往上走的话，金融传产电子零件都是反弹，那么维持上升走势的呢，半导体类股
跟电脑周边类股，但是半导体类股跟电脑周边类股上面都有一道反压要有待克服。所以说目前我们要看的就不是看那些反弹，我们要看的是这些仍然是上升走势的电脑周边类股跟半导体类股有没有办法克服高档反压。如果有办法克服的话，那行情就会往上走。那除了台，那这些电脑周边类股他们行情会不会往上克服那些反压，要看哪里，要看外在环境配不配合啊。我们看 NASDAQ 的日线今天这样弹起来，反压在这边，所以说 NASDAQ 反压在这边，你看跟电脑周边类股是不是很相近呢、啊、所以说都是 这些都是要一起看的，一起看的。如果说这些反压都过不了的话，那六到七个交易日它重新又往下走的时候，你持股千万要小心了。那费半呢，费半的日线所以今天晚上就可以看了，看它会不会越过去。台股的半导体指数已经越过日线的反压了，现在看费半这边的反压会不会过，会不会过。那加权指数，加权指数如果说这个剩下这个275点的空间一旦越过的话，那么我们之前的推论大概就不成立。它这个275点如果过的话，那么行情应该就是持续往上走了，往上还有一些发展空间。但是如果说它在今天的这根 K 线旁边盘整个六到七个交易日又重新往下跌的话，那么行情就是所谓的下跌反弹，反弹在高点盘整做出一个头部下跌。我们的看法是比较偏向一个反弹然后六到七天做一个头部区再下跌，我们的看法比较偏向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它往上突破的话，我们就这看法就不成立了。所以说这个的 K 线旁边这六七根怎么发展呢，是未来下周观察重点。那下周如果说六到七个交易日，那下周五个交易日，那下下周在一两天如果说会形成头部的话，那就是到过年前三四个交易日大概头部形成。如果会往下走的话，过年前两三天就是说封关之前的两三天，那么行情就是开始往下走。所以说那个就是到时候就是说过年那么久，你是到底要抱着股票在那边撑，还是说直接股票就是先出场那轻轻松松过个年。所以说如果行情在这边没有突破这边的话，那就形成一个头部区，那么你就要小心风险。那尤其我们这段，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另外持续要观察费半 NASDAQ 它的走势、啊、就是互相 double check 这个走势，互相 double check。 但如果说行情往上突破这个高点的话，我们之前对行情的看法是这样子，从周线来看是一个 ABC 的反弹，然后这个C波里面的第五波呢，从日线来看是一个12345，尤其这个第五波里面又有一个12345的延伸波。所以说行情到目前来为止的话是完全符合我们的推论，就上涨之后下跌之后反弹如果说过这个高点，那我们这样的看法就不成立。那如果说下跌之后反弹在这边六到七天横盘又重新往下走的话，那我们这个看法就仍然成立、啊、而且你要注意这边
这一段是800点，反弹如果形成一个头部区又重新往下跌的话，那么它后面的幅度一般来讲跌第一波的时候幅度会没那么大，但是反弹之后再重新跌，它的幅度一般都会大于这个幅度啊，大于这个幅度。所以说后面未来几天啊，就是比较重要，比较重要。那今天因为一下往上弹了，我们空单来不及处理啊。如果它是慢慢弹，我们就会处理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空单就是抱着，等这个反弹结束，等盘整头部做出来，我们的空单再来做调整。那不知道怎么做，欢迎跟着我们来做。像美股，其他国家的股市我们就不用看了。那不知道怎么做，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